看开吗？我的小房间。这只大熊呢，是送给……未来我喜欢的人的，希望能你能在 YouTube 上看到，并且有缘能见到嘛。还有这只陪伴我10年的狗狗，2007年的时候，妈妈送我的节日礼物，她的节日礼物，三八妇女节的礼物。然后还有这只大邦尼兔，这只是我自己送我自己的生日礼物，20岁的生日礼物哦。